5月13号和14号，周杰伦在重庆连开两场演唱会，作为地表最强系列之中的一站，演唱会现场也是嗨到不行。5月14号晚， TFBOYS 王俊凯通过微博晒出现身周杰伦演唱会的照片，并竖起大拇指称地表最强，今晚依然嗨到爆。照片中唯美的灯光舞台和水泄不通的现场，还有周杰伦在台上深情的演唱，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现场热烈的气氛。喜欢王俊凯的粉丝都知道，他的偶像是周杰伦。作为重庆娃的王俊凯，即便是临近高考，也没有错过近距离观看偶像的好机会。网友纷纷留言称，典型的小迷弟，偷偷去看了周董的演唱会。也有粉丝鼓励道，我们会等到那一天，等你开属于你的演唱会，会一直陪你的。芒果拉新闻，不好好复习高考，竟然跑出来看演唱会，报道。